我们云林县政府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我们这个这么好的文化表演厅，让我们有机会把今天的晚上来呈现给我们云林县的各位乡亲。侨委会是一个服务海外侨胞的一个机构，那也因为服务的对象在国外，所以我们在国内比较没有直接的这个相关，所以大家对侨委会的了解有限，所以还有各种的扯铃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精彩。其实百闻不如一见，那我想待会大家可以欣赏到他们的这个演出。我想今天这个是我们侨委会的初体验，再次谢谢我们云林县政府，也是来鼓励他们，大家一起到外面去拼外交，去展现，去推动，宣扬我们台湾文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缘分，106年双十国庆到国外的一个文化宣扬的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在国内，我们侨委会就只有在两个地方来办。巡检的一个公演，就是台中跟云林。各位乡亲，我们有这样子这么棒的一个机会，能够欣赏到我们侨胞未来在9月份、10月份要看到的一个节目。再次，各位伙伴、乡亲，我们要不要给侨委会主任秘书及工作伙伴一个热烈的掌声？非常的对云林的这个整个这个绿油油的环境印象非常深刻，我退休很想来这边退休。对，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行前公演。首先呢，我要代表我们访团感谢侨委员会给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到纽澳地区做一个巡回演出。那我们预计呢，在9月6号会启程出发，在接下来的14天，我们会赴纽西兰两个城市。那澳洲4个城市，总共6个城市，我们要做一个演出。那我们除了参与当地侨团举办的双十国庆活动以外，我们也要参加当地主流社区举办的台湾日嘉年华会活动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借着这样的活动，除了向海外的侨胞宣达台湾政府对于他们的关怀之外，我们也希望把台湾丰富多元的文化向纽澳的普流社会来做一个分享。那今天呢，台湾的。